觉得我就是太依靠开伞了。当然，开伞是一种很无脑的玩法，但就是修啊。原来这么容易就可以，原来只是因为我用，原来只是因为我用错了，用错了那个什么道具。飞渡福州金钱镖，巨型忍者型，皮卡强角。本来是一周目打闲一晚的时候，靠，不看攻略还是不行啊。一文字，啊，又打出了这个怕火的硬直反，直接把他给干掉了，打得基本上毫无还手之力啊！毕竟是吃了这个赤木啊，对，吃了这个赤城珠变成赤木啊，这个怕火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弱点。拿到了一个佛珠，哎，还有两个夜叉露堂，这里是第38个，还剩2个。OK，这里我们继续上来。啊，先把敌人给杀掉啊，再来开一下这个鬼符。当然，这一刻啊，怎么说呢？啊，孤影钟，这个孤影钟是啊第一次入侵留下来的，可以看到他的经验非常少啊。恐怖了，我的好哥哥！我真的不明白下面在发生些什么。
对方忍杀能杀到他吗？为什么我这么怂？游戏不管何时，我都是如此的怂。其实赤贝是并不好打的。这些兵已经毫无战斗之力了。我这一年真的变态了。说明游戏不玩就会变菜。
妈的！追这么远吗？真的能属实是完全没有触发过的剧情。这和尚还打不过内府的一个小杂兵，这只能说内府真的很厉害。这个周末没有打过手，水底下应该还有个手印。真不容易。其实那边那一个我没有必要打的，因为我其实也不缺佛珠，但我来不来？人生就是充满了来都来了这件事情。
其实我真的没必要杀他，就是杀他有什么意思呢？但属于是我来都来了，就培养一下羞感。今天也是。我操！我就记得这里有个捂手。哦，果然，哦操！这个游戏真是充满了惊喜。地图客观上来说是可以的。哇，六个指南，我觉得。可以先杀一个。我不想打了，妈，谁爱打谁打。被哪儿发现了？
什么反常识？虽然不明白发现的责任，这不是还是能解决。那个斗笠的吗？黑笠。真无语了。黑里在这儿，不对，这个就是普通的斗笠。Anyway， 找到就不找了。失败呢？没对话选项，这也没对话选项。この先、ナイフ型か、ポッチか、あれは落とせば、まだ、足場は。阿西那哇！阿西那哇，赞赞！不小心把它刷新了，尴尬。我记得这有一些螃蟹什么的，是蜥蜴。你们在这自行火并吗？我就不参与斗争。这个马哥，
还有。我真的是服我数算。贴身演绎什么叫爆头？警觉的一批一
扶着敌人，是他妈警觉的一批。在黄条的时候，我应该是没有办法暗杀。真的哭了。哥，你不至于这么勇猛吧？就知道伟明的主城来了。你怎么这么勇猛啊？我不想说了。觉得我都有点看不清楚了，它是面对着我的草。
这里附近好像就没有敌人。除了这个歌之外，还有敌人吗？哥怎么还在这儿？我震撼了。刚刚那个路子才是最有可能摸上去把他暗杀掉的。这 BGM 的突然消失也是有一点让人害怕。刷经验的地方。不是早知道我是来到了这儿，那我何必呢？内服真的是很夸张，就是说，没啥可以买的。我为什么走到了这个方向呢？
首先是荒木腾路不知道自己跑来了哪里，其次是舍不得这么久刷了这么多。能跑回去也算是本人认路史上牛逼的一集，好吧？这个小艇 ，What happened？ 那我是不是可以倒回去把他们都杀一遍？刷那个什么地方吗？那不就是我刷材料的地方吗？我觉得我一定是走错了。这沙子不小，补充一下毁伤之力。说实说哦，这是那个，我本来要暗杀他的人。白猿剑圣。
可能是太小了，根本看不见你是黑的还是白。人间是不能暗杀的吗？别这么浅吧。你回头我就能暗杀你，这个游戏就是这么的不讲道理。哈哈，白沙神社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？不过还有精英怪吧，再有精英怪，哎，这怎么卡在这里？这什么穿模 bug？ 铁炮堡垒。我不明白铁炮堡垒有什么资源可以刷的，可能因为我一直不在铁炮堡垒刷资源。太搞笑了，这个穿模。难以想象，我过几天还要再打一次异星。这也是什么恶性穿模 bug？这边敌人怎么刷新了？我操，逗我的吧。
做鬼符啊，他为什么刷新了？你的敌人都刷新了，你他妈是逗我的吧？哥，我没有做鬼符啊，你这样，那我不得不去做一做鬼符了。那我岂不是一晚上白打了？走错路了的感觉。完全 have no idea 这是哪里，我不想玩了，睡觉了。
什么地方都是状况。